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如天地之恩泽，所以我们要诚心的感恩。啊，王禅老祖自从民国七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啊，恭迎王禅老祖光降台湾净土台湾寺台湾祖师殿，三宝佛圣座前，啊，至今已经遥遥38年以上。啊，这段时间来，王禅老祖的本意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这四个字，啊，震惊了天人法界，也震动了地狱界。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圣灵光降地球之后，38年来，世界上最和谐的38年。38年前，世界发生那么多的战争，啊，百年就发生146次的大小战争，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和谐问题。所以台湾祖师的慈悲，奔走天人法界，在寻找王禅老祖。
终于天意，王禅老祖光降台湾了、哦。一路走来，大大小小的事情，王禅老祖本着台湾祖师的大悲愿，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管。我常常在想说，老祖啊，你的大罗金仙上界仙翁呢、啊、怎么连世间的芝麻小事你都要管啊？老祖哈哈大笑。后来我才悟了，芝麻小事都有灵性，灵性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与佛同等同在。所以佛、诸天圣神光降世间，各自因缘投胎转世。那老祖开示，你知道这件小事情里面是哪一位大神呢？我恍然觉悟了，我向王禅老祖叩首，叩了三大下的手头，感恩老子的开示啊。这个也是证明到佛所说的众生一律平等的真禅奥义呀、啊。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应该也要有王禅老祖的心量和心念和慈悲愿，众生一律平等的看待。你有办法帮他忙，尽其所能；没有办法帮他忙，可以指引他一条明灯，指引他的方向，你即是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自从示现在台湾之后，处处皆在，无处不在。所以王禅老祖38年来啊，以中华文化道统一心，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王禅老祖的心法告诉我们，头顶的天，两只脚踩着地是一鸟，头顶着天，啊，脚顶着地，啊，是一鸟。这即是中华文化《易经》，一阳一阴的道理。静静的思维悟了，是平等的，人中间心。
所以我们站在天地之间，天地之间，人为大，啊，人有灵性，人为大。所以我们看到人与人，你不知道他内心里所做的那一尊是谁，啊，才有济公，啊，在开启蓝天门的时候，啊，坐在金阙九龙座，金阙蓝天门座前，哈哈，如来济公古佛，啊，就开始了人，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佛在心中坐。你看到济公颠颠倒倒在醉的状态，启示了内在的那一尊本尊是佛，是不醉的，会醉的是色身，身体会醉。所以济公古佛开示了这一段他的真言。那么王禅老祖啊，又开示我们要修心，要修口和养灵，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去。修善良心、慈悲心，口善口，不要恶口骂人，啊，说出不合理的话语来伤害他人，让你所伤害的那一位心中是做的无量劫前我们的恩人佛恩，哦，所以这都是在启示我们呢。所以我在71年开启蓝天圆满之后，一个时间差不多这个时间傍晚了，我开车子要到台中县啊，丰原啊，去台中县政府洽公办理测量。我车子开到潭子啊，平交道那里也看了一尊乞丐坐在交流道电线杆旁边，看着我和长跟他行个礼，他对着我笑一笑。当我过到平交道，车子前轮过去，后轮也过去，我转过来看不到这位乞丐究竟是何人。原来他就是济公的化身来考道。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于凡是有缘的人，我绝对不敢以藐视、轻视的心态来与人相对。
这个即是修行哎。所以我们看了很多自称是修行人，功高的不得了。啊，说他是怎么什么什么神什么神。啊，那我们姑且不论。他是在考道，我们要先知道的道理，你就不会被考到。一考到倒了，以后会后悔一辈子。学习带万里兵，演过新功妙地学。所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时时刻刻以不同的现象而化身在我们的眼前。尤其自从我民国七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台湾祖师圣诞日开始行道以来，每天所遇到的人，来结善缘的人，背后都有一尊他的指导灵。后来我悟了，我合掌默默的祝福他，因为他们的后面指导灵都是从开启蓝天之后而光降下来，而一直借各种因缘来续前生的缘。所以在七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那一天，正是向各界向法界宣布啊，我要开始行道修行。那天晚上在办公室，突然间就来了七位不同地方来的菩萨们来问事情。这个冷静看一下啊，我就开始练习研究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来问责卦一卜出来，先看祖孙爻，祖孙爻望向着啊，即是神佛来续缘，所以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来，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很多很多文化法脉，我也都能传给各位了，所以希望各位微信弟子啊，你当下有缘跟你续缘的啊，都是你过去生的导师，也是从蓝天而来啊，降生在啊，有问世的人和他已经半合一了啊，只是我们不晓得，把他当为一般卜卦
算命的方式来续前缘，这样是还不够的。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啊，开始，啊，给我一个啊正确的用意，知天命，啊，开始到现在来。所结的善缘几十万人之多，啊，这个都是从蓝天而来的，包括今天各位同学们，你们在这里坐的，你们的头顶上都有一尊亮晶晶的菩萨在你们头顶上。当你们悟了，马上降到你的心窝里面，那叫做心妙。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在座的法师、讲师都已经具足了一座心庙，天人合一的法喜呀！啊，希望各位同修弟子们好好珍惜过去的路，你怎么走？是你过去的，是一种经验。现在的路，立足点要站好。到未来的路，千秋万世，永恒不变的，你的心妙，心中最大就是体功，就是佛。所以久坐禅常过，活在心中坐，这是要去悟。也许在修行的过程所悟的会很辛苦，啊，会有疑惑，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那正是你要再进入深思，啊，你即是天人合一的菩萨恨了啦。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回去把我今天所为各位开示的，啊，请出来再想一遍，静观一遍，你会哈哈大笑。原来自己过去的思想行为还不周全，忽略了自己灵性的尊严，忽略了煮豆留荒，啊，所以我们今天与各位共修禅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和玉皇大帝的天威，台湾祖师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全部都是等号相等。那么各位悟了，你也就正等正觉的菩萨了啦，祝福各位。学习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学。
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六位祖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天道降世在世间，是自民国1971年7月23日，台湾祖师和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之后，天道就已经开始降在世间。啊，所以在71年之后，台湾的在家修行，啊，民间传统宗教的修行，灵机，啊，是开始盛行。啊，灵机有真，也有假，真的灵机要明神佛的真理，假的灵机那是妄念所成，啊，不懂经文经典佛所说的一切经文的真实相，啊，这种修行是很危险，很容易步入走火入魔，而影响了啊身边家人，这一点要小心。所以王禅老祖才将啊灵机与文化啊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灵机，啊，这是文化，融为一炉，啊，文化中有灵机，灵机中有文化，啊，融为一炉，这是道。啊，所以老祖世尊开示，我们修道一定要文化的诸经，诸经啊，灵机啊，神护身啊，这个是有不同啊。所以王禅老祖来开示，我们要先从文化、从经书来悟佛所说、圣贤所开示的真言、真理。而灵机就是行来转播说，行体无法播，到这为了面子，所以思想就偏掉了，偏掉了就罪恶都来了。所以修灵机的要有正确的，这个是经经要有经典，你才不会一直存下去。啊，若是你不懂经典，在那边蹦蹦跳跳，到最后越存越黑，存到地狱里面去了，永不超生，这是很危险的。啊，若是你以文化学术文化学术，你不了解灵界修行的时候，
啊，你也会很容易被这个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扩大到最后来，又是变成黑暗了啦。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我们人在世间上啊，都处于黑与暗之间啊，在生存。白天太阳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思想妄念没有智慧的时候，也等同在黑夜里面，人生茫茫。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啊，了解易经易之大道，恢复恢向本恢玄，恢有恢无，恢内外啊，这个禅语，各位同修，我们大家有机会多多理解黄山老祖开示的真言。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是一个圆融圆满的文化啊，宗教和学术相互成就才算圆满。这是宗教学术啊，这宗教与学术相互成就啊，才会圆融。否则的话，你完全偏宗教，或是舍弃了学术文化，那是不圆满。所以我们唯心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开示，古至今用，3500年前的古字，要用在当下。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的道，传给我们的法啊，是绵延不断的真理，才有闰序年7月23日开启南天圣门啊，恭迎诸天圣神菩萨们光降娑婆世界台湾净土啊，一起天人合一在修行，来共创南天净土，南天净土。啊，共创南天净土，你才有机会升华到极乐净土。说南天净土，这是一阴一阳的道啊，这个极乐净土完全是一个光明天，是无极啊，这是太极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都是在太极天，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有日有月
有是有非的，所以才有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鬼谷子一两日月最长生啊，这个就是日月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我们不理解天理，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所以黑暗中有光明，光明中也有黑暗啊，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维新弟子们要把易经修好，凡事要做一件事情，凡事皆沾，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不该为的做下去碰到焦点了、哦、啊，那也是白天等于是黑暗了、啊、而在黑暗中航行大海啊，你懂得易经啊，所导航的是正确的方向，也是白天。这是台湾的民，演我新公庙的神。所以当时，九大菩萨在南天门，台湾的东部。啊，大武山岭半山腰的天窍穴打开南天圣门之后，正是黑暗了，黑夜了，一边看着台湾海峡，一边是光明，一边是暗，哦，终于悟了啊，悟了黑暗里的白天，白天里也有黑暗，所以也在启示着人生，当没有智慧的时候，一生都走在黑暗的人生，而当有智慧的时候，即使三更半夜也是走在光明的白天。所以王禅老祖啊，知道我悟了，哈哈大笑，九大菩萨也跟着哈哈大笑，响彻云霄。台湾祖师开示，愿从南天而来的菩萨们皆能明心见性，见到光明。九大菩萨也赞叹王禅老祖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四句偈是王禅老祖被台湾祖师所赞叹的公赞的四句偈，所以三十八年来了，这四句偈用在事业，用在家庭啊，用在人生，都是一直开启智慧的一把锁啊，这是一把锁意要。意要。啊，开启意阴意阳。开启人生的黑暗面转向光明面。
哦，这个都是残疾耶。所以在台湾，中央山脉，这边是东海，这台湾海峡。啊，这边和这边，晚上看起来，从这里到五三零这里，看起来东边一片的黑暗，西边一片的光明。接着又换这边光明，这边是黑暗。这台湾。才有一句名言，划船载道，这样而起，划船。啊，这样来，八仙过海。啊，随即八仙过海，划了一条船，迈向北方，航行大海，那是什么残疾呢？当时我也不了解都是什么残疾。台湾祖师啊，接着开示了，台湾他渡一半，而北一半由九大菩萨来渡台湾，这即是法船载道哎。所以王禅老祖承天微光开启蓝天圣门之后，点点滴滴的残余残疾围绕在我的心田和脑海，38年来了。所以面对着今年庚子年的地球天文煞损啊，这么严重的威胁到地球人类生命，那么的这条法船到底要在天文往哪里走啊？总归一句话，王禅老祖开示，台湾祖师开示，明阳两界同关照，要同度啊！用台湾这一条船，划船再到，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将圣灵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在庚子年的武汉会演，是对人类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本唯心圣教天命的一大考验。天文过去了，平静下来，接着是人类的饥饿问题又要发生了。所以王禅老祖啊，盛世我们这一堂的法会要树立起台湾米山，然后将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全部请来围绕
台湾的十方。我们要每天供养五谷，炒熟的五谷，香味，和酒，来供养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的一个桥梁。我们所有的法工，各分社道场的住持，尽心尽职尽责的，回来禅机山千佛寺千佛禅堂，准备香花钱、香花盐，供养斋串。这解冤释结的修行法仪，然后将法会圆满之后，每天的圆满之后，由维系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的会友、理监事负责来将五谷肉喷喷的用机器把它搅浑搅碎，然后用太极筋在宝典烘化，烘化完毕再送到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八卦天心妙莲台，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五阴杂列诸灵解冤释结。要这么做99天，最后一天100天才能圆满了。所以我们期盼的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共体王禅老祖和诸佛菩萨的天威，我们身可以供养修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圆满。这个即是71年7月23日，在台东大武山腰开启蓝天圣门的过程和真实意义现在我们以此来回向供养列祖列宗诸子灵，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同修今天的辛苦我们就共修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